She's a Mona Lisa. Everyone's lining up to see her. She's a Mona Lisa. Everyone's lining up to see her. Hello, 大家，我是 Rita， 欢迎来到巴爱妈妈频道。我又为我的食物买新家了，这是我的第二次淘宝开箱。我想今年的扣打应该已经用完了，主要是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和几个碗盘，还有一个小惊喜要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那我们就先来开这一箱喽。哇，包装好扎实哦！这是一个白色的汤碗，可以装好多汤跟好多面哦。这个碗我主要是给那两个小的使用，小碗放到满他们也是吃完，大碗放到满他们也是会吃完。妈妈们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哦，这个深色盘子。拿来装三杯鸡好适合哦。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红色的平盘。哇，这个颜色我好喜欢哦。这个拿来放煎饼类的食物，看起来应该很美味吧？哦，这个油炸网。质感好好哦，拿起来好沉哦。通常油炸的食物我都是用气炸锅处理，那如果把它放进来，是不是很真实呢？它质感真的好好哦。接下来是什么呢？这个需要很多的工序来拆掉它。哦，这个。这是一个蓝色酱料碟，你们看这是不是很有中东的风味？这个纯粹手滑买的。这一家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长形的盘子，好漂亮哦！这个颜色我真的超喜欢的。我长形的盘子很少，这是我要买来蒸鱼的，不然每次鱼都是在圆盘子里面裸露在头尾裸露在外面。这个可以蒸一整条了。这一家就买了六样商品，这只是包装大而已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气泡布不用钱，包得好厚，找不到开口在哪里。还有一层啊，又是一个红色大碗。一样可以装很多汤跟面给孩子吃的那两个小的，一个白一个红，好漂亮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包了那么长。啊，哦，没有，没有吗？哦，我买了一个细胶揉面垫，这个颜色啊，配合我的厨房。然后呢，送了这三样东西，好划算哦！这个揉面垫啊，我也好需要，每次擀面都擀得大大小小的。有这个当准则，这样就太棒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压蒜泥的，你们看这个有点小设计哦，这个地方凸出来的，当你蒜泥压进去的时候会卡在这个洞洞，它这个凸凸的反方向折就会把这个在洞洞的蒜泥挤出来，就不会卡在洞洞里面了，是不是很贴心？
然后啊，有这个蒜泥器的帮助，我每次想要吃一点蒜泥的东西，用它就太棒了。不然每次用手切都会吃到颗粒感，这个很好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是一个牛奶锅。我买这个啊，要煮少少酱汁的时候，或者是要热牛奶的时候，很好用。好可爱哦，看好可爱哦，颜色也配得好漂亮哦。哇，这个小刷子你们会喜欢吗？这颜色好漂亮哦，芥末绿。原本想要在突破10000订阅的时候啊，为大家做点回馈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喜爱。但是呢，一直找不到好看又实用的东西，默默的我就有20000个朋友了。每天跟你们在问与答当中做交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所以在此我想要举办一个小活动，纪念这个当下。我准备了10支的奶油刷要送给大家。那在此呢，我想要征求大家可以做一支小小的影片告诉我，跟告诉班爱妈妈的粉丝们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看到我的影片，那看了我的影片给了你什么感想，是喜欢的不喜欢的，好的不好的，你都可以用影片传达告诉我。那我希望收到是15秒20秒或者是不超过30秒的一个短影片，你可以用手机直接录，用你最舒服的方式来告诉我。我会把这些影片放在一集的节目里，来纪念我们认识的这个缘分。那在节目播出的48小时内收到的影片，我会抽出10位的粉丝来送给你们我很喜欢的这个刷子，作为我的感谢。再来看一下这家还有什么呢？哇，是一个白色的牛奶壶耶，好漂亮哦，做得很精致。还有这两个，这个蓝色配原木色好漂亮哦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披萨铲，哇，可以照镜子哎，好亮哦。这家就没啦。哇，这些商家的包装果然都很不错。哇，这是一个正方形的珐琅火锅，我买的全配，给你们看哦，好漂亮哦，质感也很好哎，好大哦。然后它的全配有一个木盖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小碟子。嗯，那我的隔板呢？我来找一下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也是一个酱料碟。我的隔板在哪里？这个吗？看一下啊、哦，哎是哎，这是我的隔板，它能有什么作用？你们知道吗？它可以这样，变成一个4格的关东煮哎，这样吃火锅是不是很有趣？然后这个酱料盆啊，我这次买了3个颜色，这颜色超漂亮的，橙色，然后墨绿色跟一个米白色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是什么啊？复杂，我不知道从何下手来猜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一个玻璃量杯。我终于有一个玻璃量杯了，而且是大的。我不用再120ml 小小杯的慢慢量了，这个质感也很好，印刷也都很清楚哎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一个珐琅的白盆，质感好好哦。
这个啊，因为我家没有微波炉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把这个放进烤箱里面来加热我的食物。这个质感真的很棒，但是还有两个哦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。这个是哦。这个是放在瓦斯炉上的铸铁架，因为啊，我的瓦斯炉那个炉角间隙太大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个架在上面，那牛奶锅直接放上去，就很方便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配件。哇，最后一盒了。哇，到底有几圈？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另外两个中等。大的，你看，大中小，这个收纳起来也很方便。就这样。好了，我这次买的东西就这些。其实包装很大，东西没有多少哦。还有，这个是我这一次买的最不满意的东西了。这个色差实在是太严重了，不过也没办法，网络购物就是必须要承担这些风险。那今天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参加活动哦，我期待你们的影片，拜。She's a Mona Lisa. Everyone's lining up to see her.